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咁啊，今日系真人版啦，你都醒目噶啦。咁基本上都知道我想教你 program 咯。OK， 得唔得？嗱，今日咧我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 ，HKC 22/1995年嘅 Paper 2第七条嘅 MC 啦。谂喺未讲呢条题目之前咧，先放啲时间俾你入咗条 program 先啦。嗱好啦，先入咗佢先啦，因為點解用唔到噶啦 ？OK， 咁呢條咧就係有關於 simultaneous equation 嘅 program 啦。咁總共有四個 step 嘅。咁 step one 啦就係撳啦 ，MOMO61 啦，進入呢個 edit mode 啦，係嘛？咁跟住 step two 啦，你就自己揀位啦，揀 P1234， 揀 program 嘅總共有四個位裏邊嘅其中一個位。咁跟住記緊揀翻個 COMP mode 啊，得唔得？咁跟住去到 step three 啦。就係有49個 step， 你要入49粒嘅呢啲咁嘢啦，問號戰嘴 A 啊、冒號啊，如此類推。咁咩叫問號戰嘴 A、冒號點樣撳咧？喺個計數機度，其實咧下邊就有個換算表嘅。譬如呢個問號啦，就係 shift 31，戰嘴就係 shift 32，如此類推啦。你要撳乜就咪揾咯喺呢度，得唔得？嗱，我建議你啦，就將呢個熒光幕咧停咗佢先。咁跟住之後，跟住呢個黃色嘅表入，得唔得？咁入好曬之後，先至再開翻個熒光幕繼續，得唔得？嗱咁啊，依家。當你入好曬噶啦，得唔得？咁啊，我繼續噶啦嚇，慳時間啦。咁其實喺呢一度啦，咁如果你入好咗之後咧，我都好貼心噶啦，留咗一個例子俾你試下撳嘅，睇下跟唔跟到我撳啦。嗱，詳細點樣撳綠色掣，跟住撳就 OK 噶啦。咁你會發現咧，如果我叫你 solve simultaneous equation 咧 ，x 加二 y 加三等於零，四 x 加五 y 加六等於零咧，嗰六個 coefficient 分別係1、2、3、4、5、6嚟嘅，係嘛？嗱，記住右手邊一定要係零啊，係要用呢個 format 先得㗎 ，OK 得唔得？嗱，咁你就跟住入翻曬啲 coefficient， 1 exe、2 exe 去到6 exe， 咁你出到嚟咧，呢個 exe 咧出嚟第一個數係一，第二個數係二，負二。得唔得？咁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個 x 係一，個 y 係負二咯。咁點解會出 x 後出 y 咧？先出 x 後出 y， 唔係調轉咧？咁其實最簡單就係因為你先入 x 後入 y 啊嘛，見唔見到啊？咁所以 x 就係一 ，and y 就係負二咯，就係咁簡單，得唔得？嗱，當你識用噶咯，咁我哋正式做呢條噶咯噃。嗱，佢叫你 solve 咗呢條 simultaneous equation 啦，你俾我做咧，好啦，咁我就會首當其衝啦，我就會。先寫呢個啦，第一條 equation 係 4x 減 y over 3啦，等於6係嘛？嗱，因為呢度有個 over 3啦，除3啦，咁所以其實我就會左右兩邊乘3嘅，咁所以43嘅12啦，12x 啦，好啦，減啦，乘3即係約咗個3啦，就減 y 啦，就等於乘3啦，右手邊呢度就63嘅18。系啦，咁啊，一定要右手邊記住我提你係零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最後答案咧，我呢度咧就會寫12x 啦，我用紅筆寫俾你睇咯，就減 y， 將呢個18調過隔離變減18啦，就等於零。嗱，我就會叫呢個做一式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嗱好啦，至於仲有第二條式啦，第二條式當然就係呢一個啦，係嘛？就會係 2x 就加 y over 6啦，就等於負一。嗱咁啊，執靚佢啦，左右兩邊乘六啦，係嘛？全式乘六啦，六二十二啦，12x 啦，再加 y 啦，就等於負一乘六嘅，即係負六啦。嗱咁我都講過啦，右手邊一定要係零啦，所以我用紅筆寫俾你睇啦。咁留翻個12x 喺度，加 y 留喺度，減六掉個隔離，係啦，就變咗加六啦，就等於零。嗱咁即係話呢個就會係二式嚟㗎喇噃。嗱咁而事實上啦，咁啊而家我哋要做嘅咪即係叫你 solve 咗呢兩條紅色嘅 equation 囉。咁所以其實我就話 on solving 一 and 二啦。咁即係發生咩事呢？咁即係個 x 等於乜乜。and 個 y 等於乜乜？點解會出 x 先後出 y 啊？原因呢度講噶嘛，係咪先撳十先撳 x 後撳 y， 先撳 x 後撳 y 係咪？見唔見到啊？嗱咁所以其實攞部計數機出嚟就撳機啦，仲使諗係嘛？咁你呢度咧，你會發現咧，其實我哋係首先撳。先攞個 program 先啦，就 program， 我入咗係 program one 啦，咁所以撳一啦 ，call 翻佢出嚟啦，咁跟住之後好啦，十二負一同埋負18，咁所以入啦，十二 ex 負一 ex， 同埋仲有就係負18 ex， 跟住呢個啦，就係十二 ex， 跟住呢個係一啦。ex 呢個係六 ex 嗱，出嚟第一個係0.5，嗱0.5你都醒水啦，即係二分一咯。係嘛？嗱，如果你唔知嘅，你咪撳 A、B、C 呢個掣咯。嗱，佢會出二分一嘅，見唔見到啊？嗱，咁跟住之後個 y 係咩咧？撳多一下 ex 啦，就會出十負十二，得唔得？嗱，咁所以攞開佢啦。咁即係話呢個位就係
負十二咯，得唔得？咁所以正確答案就係呢個啦。咁啊，睇下有冇呢個答案咯，就係二分一同埋負十二啊。X 係二分一 ，Y 係負十二，正確答案見到啦，就會係 C 咯。OK， 得唔得？嗱好啦。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問題啦 ，OK 嗱，放翻個答案俾大家。嗱，如果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就今日真係到呢度噶啦噃 ，OK 得唔得？好啦，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